最具竞争力的先进制程技术以及强大的产能，未来也将运用到更多的顶尖科技当中。而在新建十八厂的过程中，我们从2017年装上第一个机桩，历经将近2000多个日子，要特别感谢中央、台南市政府以及南科管理局的大力协助。同时，我们也秉持着品质如是、造价如度、进度如期、安全无虞这样一个重大准则。那么我们目前呢，也预计完成楼板面积大约是200万平方公尺。那么在3纳米顺利量产之后，我们的同仁数字呢也会大幅增加呢到2万米，同时呢创造我们周边的大约6-7倍，也就是呢大约75000的工作就业机会哦。那么希望呢可以带动呢台湾经济发展。当然也感谢呢在新建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台经人以及承造厂商，我们共同努力。也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跟各位长官以及贵宾共同见证台积公司3纳米量产及破厂典礼的重要时刻。各位的好朋友，我们共同见证了台积公司在先进制造缔结的重要里程碑。那么同时，今天各位长官以及贵宾也相当肯定的台积公司对于台湾的贡献，包含在晶片尖端技术上造福人群，同时在卓越技术还有晶片品质上面也邀请到了我们各国邀约来进行投资，大大提升属于台湾的国际地位。同时持续扩厂也吸引更多高科技厂商的进驻，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更加的完整。在此重要时刻，再次感谢现场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共同莅临、共同祝福、共同见证。